这味道怎么有点熟悉？我帮你疗伤。 我刚才还帮了你，你们妖怪不是最讲什么报恩吗？我呢，不要你以身相许，你就给我带条路，咱们俩就算扯平了，好吧？看在咱们相识这么份上，我劝你啊，好吧，还是不要为了提升修为，我就勉为其难，给你带汤吧。走上魔修之路，多谢小狐狸，迟早是会死在雷恩的下。我可不为那点小事小狐狸，我只是觉得那些男人狐狸斗得厉害，真的很有趣吧？走那边，有趣，你也是这么想我二弟的吗？我看他对你却不成。